请问凯教练，腰部肥肉怎么那么难受？没有错，我不想用 sugar coating 去告诉大家，我最讨厌的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只要做这样几下，下，请下面的三个动作，你只要一天做三次，每个十组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身材。抖音有没有？然后进入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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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你就跟着做，一天三组，搞了半年，你也没有这样的身材，因为身体需要改变。OK， 我不要告诉你好听的话，身体需要改变，需要付出很多，身体需要改变，需要给身体很大的挑战，你才会有改变。So don't think it's easy. It's never easy. 但是你愿意付出的话，我们就有方法给你。OK， 你今天要变成武林高手，我秘籍给你，你也要练啊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武林高手会想要找到容易练的秘籍吗？一定是一个最难练的秘籍嘛。所以请不要再去网上找那些很容易就可以帮助你改变的方法。你去想，你仔细又动动你的脑，你量量，你量量看 ，OK， 你量量看，网上那些告诉你很容易赚钱的东西，不是非法的，就是骗钱，对不对？今天你真的要能够好好的有永续收入或赚大钱，要么第一，你生在一个好家庭，你是条幸运金虫，你天生基因好，生下来你就是一个很棒的基因，所以你生在有钱的人家；要么你就是很认真的按部就班的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走上去，赚到你有的钱，慢慢的做一点一点的投资，然后变成一个很幸福的生活。健身也一样，练功夫也一样，好吗？一步一脚印，一点一点的往上走。没有 no shortcut， 没有捷径。